螃蟹。这螃蟹行啊，给我出把长剑不出药是吧？那我不随便耗你吗？还有三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可以开我们300的抽奖了。螃蟹出了一把长剑，再也没出装备了，抽一下。跟他们玩游戏，先选英雄就累。玩个近战打远程，玩个远程打远程，真的累。谢谢安慰你。一过来抽一下，平 A 接一走。抽一下 A， 红路破盾，平 A， 平 A， 假装不杀，其实是杀，闪电减员，抽一下翻死。还有闪电杀我，抽一下回血，没有这个 Q 我们死了。他要出挺近是吧？其实皇子就应该闪现出来，然后不放 EQ， 他闪现让螃蟹先闪，然后他的 EQ 瞄一下，这样式儿。螃蟹生了，先打海主 ，AE W 破盾，好痛，差点没给我秒了。中奖还有30秒了啊，40秒，W A 接 Q。好啊，一共有30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。赋予他们的血液吧。吃波塔皮。谢谢改名中未中一次奖。谢谢，半年上岸，让我看看我们还差多少个啊？还差200来张了，好像是300张还是200张？其实我不想老一直抽，发奖也费劲。真的，咱们能不能直接来个1000的，直接给他过了？非得一个一下一下的，多费劲呢，兄弟们！咱们能不能就来一下？
就直接就过了。来一百万的，我给你来一个亿的。一九都折半坑 ，A E， 其实刚才这波没玩好，但是也无所谓，早点晕他是好的。不过我们装备比他好的有点多，这鳄鱼伤害有点高，我都有点惊呆了。我红怒用 E 上面去了。等螃蟹，在这等他一等。不能上了。阿姨内内，刚从家里边出来，传送的，又回去了。居然没 Q 到，可惜了。三个人头全是我们的呗。螳螂正好搁下路啊，我们把红挡下去。把红打了，我说句实话啊，还是能让这个螳螂小发育一手。我决定做一个恶人。再见。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了。差100块钱怎么办啊？谁是砧板上的下一块肉？压了，和血战斧了。应该是无敌了。猴哥一会被偷塔了怎么办？什么偷塔？你说那个争霸的那个，偷就偷了呗，咱也不。那个能上就上，上不了就拉倒，我们就荧光棒送一送就行。我们主要就是完成这个任务，英雄铁送礼，送英雄铁数量，这个只要完成了就可以给双倍亲密度卡，而且是黄金的。直接塔下杀了得了。直接开 RW 晕住 A E 躲个 E 一回来，就完事儿。来波虾银诛心，压了，
来个水银海。第二件装备，蟹手，去下路，直接帮下路越塔的。我看这下路不是很顺的。好意，好大法 ，A 晕度和解弹斧一 Q 四，顺便译过来。6 5 4 3 2 1，不行，螳螂跑得有点快，他应该是无情猎手，直接越来。不来呀，就打皮吧。哥比死了，站着吗？80%得往这边走。算了，再守一波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。我要知道你要干什么，我肯定给你。好大！你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扇子嘛，他定我只定了我0.0000几秒，真的是根本就没定着我，就我这个韧性根本就定不住。我们这51的印象，好家伙，这都没有人来，这都。我决定恶心一手这下路，我不想让他吃别人。你让他少吃点别人多好啊！先晕波比，扇着妈跑不了。一抠他可以，抠他，一上来，哎呀，压制我，晕住和血弹斧。回家，德克拉斯特拉护手，回家，看看出点什么。蟹手出完，来个黑切吧。来中了，你如果把他推开，那么他是一定死不了，你如果不推他，那么你可能死不了，但是他可能会死。先把他罩给他破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无敌了，基本上这团战这中期的鳄鱼有两件装备就等于无敌，但是现在有点难推。
有没有人先手一下？比如说安妮儿，闪现啥呀？犹豫啥呀？别犹豫！我有血盆的呀，完了吧？加血！不给我加血呢？这安妮儿是真是，哎呀，我天哪！人家不搁塔下，你不大；人家搁塔下，你大。你说我这是瞅着你真是难受，真让人难受啊！刚才磨磨唧唧的不大，人跑塔下就大去了。这一换一有个屁用？一换一不跟他们玩了，我们自己带线的。溜了。那马尔扎哈031拿了我个1000，二不二？这不武术海吗？我刚才我都不应该上，其实我都正常，我们就应该等。哎，不上。我有的是血量，我有的不是护甲，我也没有太多魔抗，我抗其实不高，我们主要是血量。你们要杀我？你在干什么？那没有防御塔，你拿什么杀我，小老弟？你能跑啊？追踪啊！小龙吧，他推不下来了，溜了。对面波比开始推塔了，下把我们来个波比。破败呀！现在的鳄鱼不用出破败。300张。你俩就跟我抢这野怪，就抢一辈子呗，是不是啊？这都点什么信号呢？这几个人呢就点信号了？关键我不知道他们家几个人儿，我要知道对面的人数还行。先来个黑切，我整个小表吧，来个春哥，我们就无敌了。打大龙去，打大龙去，去打大龙。啊，去打大龙！你们打大龙，我就拆下。
跳弹咱不打了，跳弹留个后路，万一对面来人了，四五个人还是干不过。现在打三个吧，打三个应该没问题。这波比怎么不动了？交流病情呢？专注。能逼我？这一雷不好努力。哇，双钻一上来 Q 一下，红路晕。不好意思，按错，变成金龙鱼了。我按的可血战斧，按岔边了。来吧，科学战斧接 Q 886，没有卸手这波，这波有卸手，我们应该死不了，而且我感觉我能把他们全杀了。金身没有了，没有就没有呗，没有来个春哥，我觉得他们可以给我一个舞台了，给个舞台，我来一波1v5，我觉得以我的发育还有我的装备，加上我们三条龙，来一波1v5不过分吧。你想多了，我先杀马尔扎哈，他100%掉血，那螳螂打我不掉血，那个厄扎特再斩杀，斩杀我们有春哥，我们有血手，对面波比还挂机了，那不是随便杀吗？1v5不是随便威吗？来啊，来啊，热血战斧接 Q 穿再穿平 A， 马尔扎哈是吧？为什么队友过来？我想问一下，队友为什么要来？为什么？那黄姐不都跟我说欧了吗？因为你上太慢了，得让他们先上，不能我先上，我先上我E不没了吗？我得先让那个马尔扎哈了、厄扎特了，得让他们先上。